这是一个撑了网的洞，不用上眼，这个直接挖就行。在这边，但是这个不太大，就这个方向圈上它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看我的，这边的撑子王不好抓，因为它底下有这个石头什么的。完了，我都摸着它鼻子了，试一下子看看能不能搞出来这个。但是这个我估计肯定是很难挖，我知道它的走向在哪儿，它现在就在这个方向往下跑。哎呀，有点深呐，我现在抓住它了，但是我手怎么上来？哎，我杀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我现在抓住它了，但是使不上劲，手上不来了。往上拔，对，哎呦，妈，累死宝宝了！我上去给你一嘴巴子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火旋没给我落进去，哎，行，上来就行啊，上来就行。鼻子在这儿呢，等会儿我挖一下撒下盐，准备好了吗？嗯。行了。哎呀，这力量还是很大的。哎呦！没事，喷我一脸呢。这就是有水，水太多了就，哎呀！没事。第一次被有点咸是吧？就这味儿。跑了，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挖出来啊！哎，摸到它了，哇，老大劲儿了！哎呦我这劲儿，哎呦，八百来斤，有的。哦哟，我看到了。哦哟，真大！哎呦，太大了！看看够不够用？这个行啊！收了，走下一个。哎呀，放点盐试一下吧，别刺住啊，离远点。哎呀，再来点，大哥。再来点盐。哎呦，这劲儿！哎呦，多了点吧？他是吃盐还是怕盐？他是怕盐，他就用他的身体里的水把这个盐给挤出来。要么他受不了了，完全抵抗不了，他就跑。敲拦一下，这样踩到底，两个脚上。哎呀，好像听嘎吱一声，拦住了，应该。因为我看他的鼻子好像是在这儿都动不了了，正好把头给铲掉了，头没了。你看，你把这挖出来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头？是这个玩意？不是，这是鼻子。行，算了吧，没事，这个行，那头不好使，这个行。铲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快，刷一下子，顺他头还没有伸过去的时候给他拦住我，哎就好了。看看这个怎么。上，哎呦，跳了一下拦住了，这撑子一瞬间不动弹了，我都听着这个铲子刚一声撞上，这撑子脑子肯定撞个包。看，头又断了，没有事，不影响。带走，撞个包嘛，这样撞个包是的，这行还可以，行，这个收了。这要是的话，应该是个大超大个的东西，是哇，不小。这个画的事儿，这上来得300来斤吧，稍微再往这边偏一点，差不多。对，打点斜。哎呀，真准呐！大吗？不小。哇塞！可以，非常完整啊，朋友们。洗一下，看靠不靠谱？收了吧。哎呀，我都不爱吃撑子，你说这样今天的时候，这样哐一顿上，行了啊，差不多行了，别上太多，上太多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呢。这个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试一下这个。这在这儿，大哥给这拦一下，使劲。哎呦，这个好像又感觉又断了。哎，拦住，看到鼻子了，拦住了。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啊，漂亮。这头还在，头又没了。你看，没事，这是母的，这个行，这个也可以了。这一个撒点盐试试看这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撑子？是竹节撑，不是大的小撑子。来了，可以抓吧，来吧，上吧。可以。哎呀，拽折了。你轻一点，哥，直接拽耷拉了，给你瞅瞅。哎呦，哎呦，直接那拽耷拉了，直接。放里面。行，收着吧。嗯呐，这个也行啊，嗯呐，可以食用啊，可食用。这就是一个月亮背的孔，看到了吗？应该像啊，我感觉是小撑子。我来。等会儿，我给你了。一会儿上来的时候你抓啊，慢一点，来，等一下，来抓，轻点，捏住它，哎呀，捏不住，完了，还能上呢，你别动它，别动，快抓，捏住，哇，哎呦，别擦眼，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接在这儿就行，动稍微有点斜，差不多，大哥你这是太厉害。我感觉你一插一个准儿，是吧？你看又准了，那又来了，拔铲子吧。这个整断了，这个断了。
带走。哎，这下边还有，它剩一半了，它还往这些刀弄呢。行，这回就完整了。这也是全屋的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洗一下。炸窝了啊！很多朋友关心这个小猫的问题，基本上的病已经差不多治好了，现在体征也挺正常的。看，开始吃干粮了，现在喂它奶，它已经不喝了。哎呀，一个赶海博主啊，硬生生给我变成铲屎官了。下一个就等它长大了。这个小猫，在医院检查出来的就是那么多的病，然后一点点给它治。哎呀，这还挺活泼的呢，挺有劲儿啊！摸摸小肚肚，少吃点啊，容易撑得慌。给你点水，少喝啊！要长太胖了，我跟你说，这走不动道，抓不了耗子了。少喝点啊，别喝太多，长肚啊！吃那么多猫粮，基本上问题不大了。现在就是再大点，给它打打疫苗，我估计就好了。等他再长大点就领他去赶海，行不行？你说行。我是张文明，有缘关注吧。